老胡还有一个粉丝，就是网上有个粉丝说，就是是吗？我不敢说。对，那个，哎，他会吗？他可以吗？好，来。对，就是你知道我那个粉丝说让我把我的狗狗带过来给你们两个玩一玩，啊、就是发过来。哦哦，来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妹妹。妹妹。妹妹。哎，我的猫叫弟弟。妹妹。猫猫叫弟弟。对。妹妹真的吗？哎，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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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因为两个都很喜欢动物嘛，他们说要，他说赶快把妹妹带去给他们玩一玩。哇，真的，他们都等了很久了，没有抢到。老板，淘票票的老板。再加一点啦，5000张还要你加，你给我加个零，5000张你给我加，我加个零嘛，没有是吧？真的没办法。欢迎大家去电影院看，好吧？欢迎大家去电影院看，欢迎大家去淘票票，可以去再抢票，好不好？那真的没办法了。然后我们今天也不能耽误两位，因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，然后他们还有很多的活动要参加。那我们再加5000份呗，好吗？意思意思，再加5000份。意思意思，这没办法。来，我们再加5000份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大家自己去刷新链接，我们等下会上5000份，然后拍下没有付款的女生，我们会把人踢掉的。现在已经有13万多人付款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南方车站的聚会的电影。然后你们看完了之后，一定要在微博上和朋友圈留下你们对电影的感受，好不好？多多帮我们支持跟宣传一下胡歌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。好，那非常感谢小美跟胡歌来佳琪的直播间。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最后一句话来跟大家说一下，对你们今天上直播的感受，或者是你们想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。嗯，谢谢大家捧场。老胡呢？真的，我没有想到今天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卖出155000张票。非常感谢佳琪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的电影值得。哦，真的，这两个字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胡歌，谢谢小美，谢谢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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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完了，他们要走喽。对，狗你也抱走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标导，来，我们三位一起来跟大家打最后一个招呼吧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真的大家都在说要加票，没办法，我真的是特，你就再加10万，再加10万，哇，厉害！来，我们再加10万，来，老胡在这边，老胡进来一点，老胡进来，对。那我们再加10万的票给大家，好吧？来，你站中间，你站中间，没关系，我出不出镜没关系，他们看厌我了已经。主要是你们要出镜，好，来，刁导来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再过来一点点，你们三位站中间。妹妹，我们再加10万张票，我们再加10万张票啊！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真的是额外加过来的给大家的，他们说加，哈哈哈，太好了。那再加票，你们有大概多久时间准备？来，那个老板，淘票票，大概多久时间可以准备好？告诉我一下好不好？多久时间可以上？大家可以直接上。好，那最后胡歌来说一下他们为什么要买南方车站的聚会这个电影门票，一句话吧，好吧，每人最后一句话，为什么？因为值得。来，小美，太值得了，太值得。导演，因为这里是一个为所有的电影在这里开辟了一个最新的营销模式，把我也带进去了，太好了。对，因为大家也非常兴奋，被点燃了。嗯，所以导演，你刚刚那么平静，你现在心跳是不是很快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感觉这里跳。好了，来，所有女生到了哦，我们再加10万张电影票，一定要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码，因为手机号码是你们的兑换码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哦，导演给你看一下吧，就是这种感觉啊。来，准备，我们倒数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我们再加10万张南方车站的聚会电影票给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！准备好了，手速一定要快，开始啦！好，拿99996张已经上了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马上哦，所有女生赶快抢，已经上了7号宝贝链接，一定要输对你们的手机号码啊！还有74000张、5万张，还有2万张，哇，16000。然后还有没了、哦、所有都没有了，对，那没办法，这不能再加了，美们，这再加淘票票明天宣布就要完蛋了，这亏死了，他们要没有货了，不好意思了，美们，对，没货了。那非常感谢三位大咖来到我的直播间，真的很开心跟他们一起合作，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玩，好不好？谢谢导演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小美老师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谢谢。
好啦，那我们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三位，因为他们三位等下还有别的工作要做，那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我还没有拜拜，等下我还有直播的。谢谢谢谢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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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带走啊。好好好，你带走。这个帮我拦上来啊。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，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回来咯。